由主教团、耶稣会和耶稣孝女会大力支持。7月7号下午，由 Magis 福音剧组创作的音乐剧《Dear Sisters》在更新文教院 Magis 青年中心以读剧会的形式发表。耶稣会青年工作单位 Magis 青年中心因应青年牧灵的考量，在2013年开办青年共融弥撒，福音剧组也一并成立，以发扬福音精神为初衷，透过 Magis 青年中心作为发表平台之外，也为各类教会活动提供服务。Dear Sisters 是 Magis 福音剧组第一次尝试的音乐剧创作，取材自福音中耶稣到访马尔大与玛利亚姐妹家中的片段，描述一对姐妹在安排父亲后事的过程中，姐姐的承担与妹妹的感性共同在父爱内交织成一篇动人的故事，呈现给予爱和接受爱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能否在其中获得自由是人生的一大功课。故事也取材自欧美儿童文学作家里欧·里奥尼创作，孙勤峰老师翻译，上译文化出版的知名绘本《田鼠阿佛》。以陶醉在搜集生活中美好片段的主角阿佛与其他小田鼠们辛勤工作的形象对照剧本中姐妹们的性格，这个故事同时也是姐妹们与爸爸之间最温柔的记忆。全剧以动人的原创歌曲串联，让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剧组成员江静作为编剧之一，在演出结束后，除了感谢各方的支持与爱护之外，也特别向乐手致敬。他们大方的投入，对初次尝试音乐剧的福音剧组而言，毫无疑问是最坚强的后盾。那不好意思，我就是最近想要做音乐剧，然后就是不知道说你们可不可以来帮我们，就是稍微弹个琴。请他让我们整个蓬荜生辉。我们一开始练的时候，他林慧第一次来，然后我就发现哇，他的琴声是狗第一把，而、啊、我们是七七如家。我们就是努力要往明治巧克力样子，对，就是他让我们整个这么的完整，然后心情。在演出后的分享时间，耶稣会士冯汉中神父分享了自己的收获，教友林嘉欣姐妹也对表演过程中的小插曲有不同的看见。待会有问题的，不过 我另外一个很喜欢就是姐姐跟妹妹的那个互动当中看到不一样，好像都想要被对方听到， 被对方了解，可是有时候真的不容易在人身上看到。然后爸爸那个 我不知道对不对，不过我是觉得就是个天主的角色，他都知道，不管我们在多困难的当中，他在，他都知道。刚才有聊到是刚刚那个最小的那个 baby， 他泡泡是吗？泡泡吗？他突然干了一声，然后那个当下那个 moment 超级超级赞。对，那刚刚当下你会觉得就像剧里面的爸爸是离开，但是又有新生的声音出来，你会真的是很感动。然后最后的互动环节，福音剧组邀请观众们挑选喜爱的剧中歌曲，再一次线上演唱，并以大合唱为压轴，为读剧会画下圆满的句点。